能，机场怎么会盖在这个地方？在海滩旁。飞机在起降的时候，大家都跑到上面去跳这个漂浮罩，然后飞机。在山顶上，它要降落了，我是这么，然后它撞到山壁，掉头。甚至在山谷里，多恐怖！意思要山谷就很晕吗？因为它山谷就是纸。女人好犀利，周一至周五带你去最怪的机场一探究竟。